不逃，爸爸来了。别再叫你妈，已经发火。你别吵，我还要玩一会儿。快回家，你作业还没做。我还要玩，你不要再啰嗦。不听话，我去跟妈妈说。要回去，除非你嘴大方。好啊，睡觉就让你听开花。那小子又不听你的话，我们去把他给打下。别动，我就跟你回家。别怕啦，快拿的是什么、啊？是新的玩具。我也要，我们回家玩。这怎么玩啊？我真有你的。真的？老爸，你们来比赛吧。就得吃掉这个辣椒。好啊，谁怕谁啊？一人拿一个摩托车，你们看好了，我的超级毁灭。还是看我跑高低跑道吧。你肯定也要翻车。该我了，看我用加速器。开车！不公平！我刚才的不算，我要用加速器。你看。嗯。老爸，快吃辣椒！一惊一乍了，妹妹被人欺负了，一直哭。啊，岂有此理！我刚放学，你快过来！我马上就过去。有人竟敢欺负我的小宝贝啊！妹妹，我爸爸来了。你总可以受委屈，但是你不能欺负我的小 baby。哇塞，这都能过？哭了，我们马上就来。大雄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妹妹电话你听。爸，你在哪呀、啊？爸，他说在黄海，可是快下雨了，没有带雨衣吗？上车吧，不用雨衣。哇，我们就要骑车吗？哦，是啊，以后就不怕日晒雨淋了。太好了，大雄，你这车好帅啊！我选的车当然帅了。到底是谁欺负你妹妹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妹妹只说是个大人。大人？不会吧？爸，你怎么想买这辆车啊？方便接送你们呀、啊，跑开，车身小，不用担心校门口堵车。那我每天可以多开十分钟啊！就知道说。我们班很多人都坐这种车上学。对呀、啊，一百万个家庭都在用。哦，慢的最好了，现在有小汽车了、哦啊，那现在2.98元起，很实惠啊。我肯定在那边。哦，别哭了，你别欺负你啊！你想好，你受委屈。对，爸爸为你做主。是我，一切老婆都是你。老婆，给我，这车我喜欢，以后归我啦。啊！糟糕糟糕 ，Oh my god！ 我昨夜晚做了，你还是明早再做。这道题我总做错，没什么能难倒我，这题我从没见过。你真是太丢脸了，好像我也不会啊。我还是去找妈妈，她应该会有办法。哎呀，你们就知道我二年级的题目都不会，我不会怎么？我不会怎么了？你敢保证你就一定会吗？如果这题你能够马上答出来，家务全都我来。看我的胃 ，MCC， 看我的胃，狗是睡，难道是尿？你尿裤内？不要瞎说，我才不会。我来闻闻是啥味，看来真的只是睡。老婆，我来，你去歇会儿。浑身酒味，还想瞒睡，小心你醉，雷霆嘎巴脆，站到酒醉才能睡。没等酒醉，我脚就废。Come on the way。看我酒味，我没喝醉。妈妈在家。你快装睡，怕他做啥我勇者无畏，他傻溜一个也啥也不会，从今以后我不听他的喂。妈妈听见了，你可别后悔。我是酒神，我胡剑之罪，再不闭嘴我就让你跪，还不清醒请你喝水。哎呦妈ABC， 儿子，洗手板那好玩吗？老婆，儿子他不见了。啊？那还不赶紧去找呀？我们回不找找。三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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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
我在其中把那理由证明找不到了。怎么西瓜王你快点开枪。他们的胃，他们的胃，爸爸，怎么样呢？孩子找到了，来看我的胃。啊！哎呦你妈！糟糕糟糕 ！Oh my god！ 电梯怎么坏掉了？灵感即想个办法。前三有紧急电话。我先打给妈妈。我们被困电梯了。你。工作人员快来啦！儿子，你别紧张。那你不要再流汗。糟糕糟糕 ，Oh my god！ 这辈子你还是我爸。告诉我银行密码，还有私房钱在哪？好，我都换到你手机。老爸，你快看呐、啊！我们终于得救了。大雄，妈妈，有人。老婆，你还真有私房钱啊！砸金蛋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里面肯定都空空。我把红包放其中。我要先来。想要蛋先把活干，洗碗拖地和做饭。好嘞。十分钟后。都做好可以拿了吧？我空的。我也空。又被爸爸给捉弄。他叫救兵。喂奶奶。喂。喂老妈。喂。老爸又富又卧、啊、让我累活让我做。又找他门头树窝，这次让你没话说。难道有套路？啊，老婆，你们回来了。你看我给你买的新年礼物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双蛋好礼器刚入手的竹筋福袋算盘转运珠。牛逼 class！ 福袋加算盘的设计，匠心工艺，细腻闪亮。真好看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有办法了。哎，我有办法。他们在干嘛？难道？你怎么买这么多呀？因为现在划算啊。现在食指向左滑可以召唤抖音商城好运礼盒，点击礼盒进入商城就有机会一分钱抢好吃好运的大牌好礼，比如立白训练大礼包、百草味新年礼盒、日历礼盒，超多品牌可以选，还有抖音商城千万购物红包及优惠券等大家来瓜分，领完红包再下单真的超值。奶奶，妈妈，老爸又在看美女。奶奶，你看老爸不给我买新鞋。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我们快去救他吧！快带我去看看。他说出什么事？有只小猫很危险，他快掉下来了，那怎么办啊？我用衣服把它接住。还是用被子做好。哦，好主意，走吧。快点！哎，小猫到底在哪里啊？哈哈，你们上当了！啊，你看，这只是手机里面的视频，小猫早就被救下来了。啊，第二天。糟了，老爸。啊，树猫怎么会挂到树上呢？我跟奶奶的汗用力就挂上去了。爸，我们不要相信他。对，这是我们不上当的。啊！哎呀，这些怎么办？哥哥跑了！好了，客厅里面有奇怪的声音。不会吧？那你过来看。啊！那个是谁呀、啊？小宝是小偷，快打给老爸。喂喂，老爸，家里去小偷了，你快回来。啊！真的，我害怕。那你们躲着不要动，我去找保安，马上就回去。哥，妹妹还在客厅。哦，对了，糟了，妹妹睡着了，我们得把她救进来。机会来了，走。妹妹。啊！放过我。保安，保安，我们要进小偷了。啊！真的吗？要哪栋？应该是栋了。你们不是睡着了吗？怎么出来了？妈，怎么是你？你不是出差了吗？我刚回来呀。嗯、妈，你刚才把我吓坏了。是抱着小孩，放开我儿子。啊，老婆。妈妈误会了，你们找我是吧？那先去医院再说。好的，好的。